在这一边，他给我二 power x 等于五 power y 等于五十 power z，然后他要你 express z in term of x 等于 y。这种题目最简单的做法是你放它这个等于 k，所以我的二 power x 等于 constant，所以我的二等于 k power equal x，然后我的五 power y 等于 k，所以我的五等于 k power equal y，然后同时我的五十 power z 等于 k，我的五十等于 k power equal z。然后五十呢，它其实是五乘以十，然后它就是二乘五乘五，啊是二乘五，right？OK，或者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除二就25，除五就五，再除五它就一，所以它是二乘五乘五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知道我的五十等于二乘五 square，我的五十是 k power 一百 z 等于二是 k power 一百 x 乘以 k power 一百 y 的 square。OK，我的五是 k power 一百 y，所以我的 k power 一百 z 等于k power 一百 x 加二百 y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一百 z 等于一百 x 加二百 y，OK，我 power 是乘嘛，我把这两个乘进去嘛，OK，好，接着我要 express z in term of 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乘它分母的 LCM x y z x y z x y z y y 越 x x 越 z z 越。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x y 等于 y z 加二 x z，它要 z 的话，我把 z 抽出来，y 加二 x，所以我的 z 呢会是等于 x y over y 加二 x，好，这一个就是它的答案了。